PS4 的策略模拟游戏《Guns Up》现在也推出手机版喽。游戏军事和现代战争为主题，我们要建立自己的营地，并慢慢发展，壮大军队。一开始我们要先从基础建设做起，像是资源开采速度、升级士兵等等。战斗时根据策略不同，就可以派出不同兵种的士兵，目标是破坏对方的基地，就算获胜。 不过敌人可不会乖乖就范，进攻途中会有重兵把守，考验玩家对战况的掌控能力。除了攻打其他玩家的基地，游戏有像是僵尸防御等等的 PVE 模式，可以从中获取资源。最后也别忘记要做好自己的防御工事，以免遭到其他玩家的攻击哦。